唱生涯当中有遇过突锤的状况，害怕的吗？乐队奏错、我想就是我们的节目吧。对啊，就全情太空鹤，那个是机器的关。我以为是，本来是以为是假的蛇，结果开始动，我就真的、真的。完整的，怎么可能给假的呢？对啊，欢乐的时光，过得特别快，好吧？我还要做这个、啊，当然了、啊，对啊，这个男生有什么好怕的？男生真的 OK 啊。除了刚刚那个蛇，等一下，没什么好怕，你越拉越后面。对啊，是什么态度？你就坐前面一点。那好，来，直接贴上去。什么歌？我猛听一下。Music。风也真想起，雨也真想起，希望那会无止。现在不是卡拉 OK， 他拍子都乱唱。爱啊，消失去，只顾来打电。想你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。哎呦，时间在谈天，都冲刺。太重的，搁再爱你，这我心。怎么那么臭啊？哦，够臭的啦！你讲几鬼，真正是臭干哦哦，这个是臭腐乳了，这个这个羞臭啊啦！很腥耶！我跟你讲，这个还是臭豆腐名哦哦，这个宪哥，这个还是在你以前主持的一个节目，我被处罚的东西。我那个太臭了，然后一辈子我都记得。对，太臭了，这精彩呢！哎哎，这个真没办法，臭！我本来以为说捏住鼻子唱。没问题，结果一放，哇，那个臭灌进去有没有？靠，够臭！可这个还不是最臭的，我在内地有一次吃到那种绿色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绿豆腐清蒸的，然后呢，那个臭到真的是。不知道怎么形容哎，我刚刚本来位置是痛，现在变筋软，那怎么办嘛？连续欣赏了四道可怕的东西，我现在有一点筋软，那怎么办？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你的歌艺要不要退休？对啊，你的歌艺哦，从金曲奖得到肯定，是在大热门里面得到否定，对，先毁灭，哎，插起来就插起来，不要在那边闻，哇，臭哦。哎呀，金奖！刚刚制作人啊，在节目开录之前还问我说，如果女朋友吃了臭豆腐乳之后，你还会亲她吗？啊，抓对不扣脸。那如果女朋友用臭豆腐洗澡，放在是不是用臭豆腐洗澡？还有一种很臭的，但很养生，叫纳豆。哇，我这个我也不臭。纳豆也很臭。纳豆本身就臭，又脏，对，又脏，对呀，头发又卷的，对，又白。不要趁机骂他了。后来，那你算是也5000块又留住了，飞走，好吧，不行。好，来，再次谢谢他们。